Very good. So, very welcome to Professor Tian Mimi from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Zhejiang. And she's a young and a remarkable scholar from China and very experienced in several fields. And today she will introduce a very interesting topic, which is highly close to our investigation of the Miao community, traditional village in the Miao community in Guizhou. So, Tian Mimi, welcome to our workshop.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and for your lecture. And please, the floor is yours. Share the screen when you want. Thank you very much to be with us. Thank you, Paulo, very much. 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关于乡村更新设计这块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屏幕吧？可以，可以，可以。啊，好的，谢谢大家。那么我的分享的题目是文化基因视角下浙江传统乡村环境更新设计。刚才 Paula 也介绍了我们的工作营是在中国的西南角，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在我们中国东部浙江传统乡村，它在新的时代新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背景下，我们探索的基于文化基因的环境更新的一个设计体验。那我在这个分享中间呢，我想围绕我们浙江传统村落的之困、杭州龙门古镇之谜以及环境更新设计之思这三个方向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中间呢，我将提到三个我们在浙江完成的项目。那么龙门古镇呢，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乡村建设的三部曲之一，但不仅仅局限于此啊。所以在这个案例中间，我们想从浙江的北部到浙江的东部跟大家做一个延绵性的一个分享。那浙江的传统村落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村落的发展过程中间，国家已经完成了五批，刚刚在不久之前也公布了第六批的传统村落的这个名单。应该说，对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定位是，从国家的三部委中间给予它的是村落形成较早，资源较为丰富，并且就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这样的村落。那在整个浙江呢，我们已经占到了全国的9.3%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村落的布局。这与整个浙江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啊，浙江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这样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浙江的传统村落的一个建设的基础情况呢，我们的文化基因的研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内在的，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村落的核心的文化基因与它的空间载体，形成它从内而外，从物质环境到精神内涵的一个整体的研究。那在空间载体这个部分是我们建筑学和环境设计学的这个学科背景的这个学者专家以及从业人员最为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建筑空间和景观空间。而文化基因呢，它是基于社会学文化学的这个视角，那从我们的物质空间去延伸到它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而这些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往往是一个村落和另外一个村落，一个地区和另外一个地区最为显著的内在的这个文化区分的一个可以说是个核心点。因此我们的研究呢，也希望通过历史性、共识性和空间性的这样的一个维度，从内在文化到它的外在的空间形态进行一个整体的把握。有了这样的一个把握呢，对于我们了解村落，进而去深入的去实现我们在新的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于乡村新的更新设计做到一个指引性。那当前的传统村落的困境在哪里呢？这个我想是参加工作营的同学们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深入
西兰角的这个苗寨能够感受到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当前传统村落的一个共性，也就是居住需求与古建修缮保护、人口流失与村镇活力以及风貌同质，与文脉相应这样一个从物质空间到它的这个内在文化形态之间的一个矛盾体。那么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人居环境品质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提升，来促进人力资源回流与村镇现代化的发展，从而从梳理浙江特色风貌和地域文化基因为一个起点，来思考我们整个大面积从长三角区域到整个中国广袤大地上乡村的活力，我想这是我们从困境中间得到的一个思考点。龙门古镇呢，可能没有来过的同学们对它是比较生疏的啊。那么它呢，其实是在我们杭州，就是浙江杭州市富春江的南岸，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的故里。这里呢是具有比较典型的这个吴越文化的一个交界地，就是既有这个水网丰富的这个地形，同时呢也具有非常显现的江南地区明清风格的建筑群。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淳朴的民风民俗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折射的江南宗族文化的这个区域，我们从了解它的这个文化的内在，到它与村落的一个相互关系，进行了一个关于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建筑细部的一个图谱的一个整理。那么这个整理呢，其实更多的还是首先是从我们显性的空间载体上，从古镇的建筑立面到它的街巷的空间布局啊，到它的装饰纹样等等这些要素中间去提炼它的显性基因，那么形成了我们基于建筑文化的一个基因图谱。那这个图谱呢，可以帮助我们首先从感性以及图像的视角中间去把握这个古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它的一个风貌要素，以及从这些显性文化基因中间我们得出的建筑文化基因的一个图谱关系。那基于这个层面呢，我们也做了关于空间图谱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探索。那这个空间图谱呢，就是在建筑它本体的这个布局以及建筑与街巷的相互关系中间去提炼出虽然同是江南地区，虽然同属吴越文化地域带，那么在龙门古镇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它的建筑布局的一个特性，它与街巷关系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图像机理在哪里？这些呢是我们首先去认识一个对象啊，我们从专业角度去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研究分析。这个研究分析呢，让我们为后面去完成它的一个空间的塑造，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理论研究基础。刚才谈到的呢是这个龙门它的传统的基因特色，它的文化的一些显性表现。而中国的乡村呢，在整个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间，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头部，也是中国乡村振兴的这个示范区，所以在当下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间，我们除了去了解它本身的这个文化基因的底蕴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思考它的当下与未来啊，就是在它拥有这样的一些与山川水域与这个自然风貌的相互关系中间，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发挥在当前现代版富春山居中间的一个重要地位呢？我们是希望它有一个属于它的一个共享中心。这个概念的提出呢，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思考。历史文化古镇更多的意义上，在当前它是一个保护的概念，但是保护就意味着它的人口的这个吸引力会越来越
萎缩啊，也是当前这个古镇它面临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年轻人他往往会从这种过于沉闷单一的空间中间流失掉，而留在这里的老人或者说是留守的人群又往往难以在这里找到他们新的生活的这个起点，而共享中心呢，我们对它的定义正好是基于浙江这个未来乡村建设的一个整体发展思路，也是它这个中心不单单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空间枢纽中心，这个原先的它的一个宗族文化交流中心，同时呢，它也要承接作为这个古镇未来发展对应我们当前的数字乡村、未来乡村建设中的它的一些新的时代的这个历史意义在这里。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智慧中心、服务中心和文化中心。但文化中心不言而喻啊，本身古镇它就有一个它的历史文化的核心的一个载体。那智慧中心啊，是对接的我们当下的未来乡村它发展中间的一些可能的产生的一些人流、物流、信息流啊，以及这个乡村它作为一个文化基地，它势必会吸引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对文化有追求的一些人群，对这个传统这个文化遗产有这个服务和需求的人群啊，所以这个智慧中心呢，它更广义上来说是希望这个古镇的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过去的一种追思，而是应该对接当前的一种发展需求，而乡村的服务中心呢，也是当前乡村整个发展中间，它需要具备的一些相关的电子商务的一些能力呀，包括产业振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3S 综合体呢，智慧、服务和文化的综合体呢，是希望让这样一个传统的历史文化古镇，从它原有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中间，能够与当下人们的生活产生共鸣，而不仅仅成为一个这个博物馆一个历史遗迹。因此，我们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关于乡村振兴的一个作品就是我们给它定为"重生篇"。重生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希望它从历史文化的底蕴中间焕发出对于当下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责任和思考，也是我们农蒙古镇原创共享中心共享来源的一个起点。那这个设计对象呢，它是在整个农门的，沿着它的农门西旁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它是一个文保建筑，也是我们就是整个设计过程中间遇到的第一个大的难点因为我的专业呢，其实既不是建筑学，也不是文保这个考古学我是环境设计，就是了解这个专业的同学和从业者呢，都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它是基于艺术背景。针对建筑空间内部空间和建筑外的外部空间，也是景观环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专业，所以我们的其实优势呢是在于我们从这个美学环境的这个整体思维上面去来重新来设计和这个表现当下的环境，而这个文保建筑呢，它其实设计的工作面和内容是比较纷繁复杂的。而当时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个项目呢，其实也是源于这个当地政府它因为整个的农蒙古镇它本身就是一个古建筑群，也是在这个古镇中心的任何一个建筑，我们拿出来它都是文保单位，但是这么多的古建在就是文保建筑在集聚成了在一起的时候，它如何在既符合文保的这个规范的它的保护机制之下，如何又能够让它有新的可能性呢？那么当地政府它希望是能够有一个更加具有创意可这个发挥的一些余地，也就是说，它希望文化内涵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文保的建筑实体中间能有新的一种发展机遇。所以这个建筑我们当时接触到以后呢，首先我们对建筑
它的本体的，就是文保本体的一些现况做了一些评估。那整个建筑应该说它的建筑品质还是保存的较为完好啊，就是也不能说非常理想。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建筑功能上的，比如说木结构的损坏呀，包括它的这个现有的这个楼梯和隔音设施都不太理想的这样一些客观点，但是呢，这个建筑它应该说它整体的完整性还是保存的比较好的，而且这个建筑，我刚才在介绍它的这个空间布局的时候，它是依靠这个整个古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溪流——龙门溪的这个溪流，那周围的濒临河道的沿河的景墙以及这个建筑整体的风貌，应该来说是一个较为完整也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国时期的建筑。大家可以，在看到它的一个现状图中会发现，这个民国建筑其实就是一个杂糅文化的一个合体的一个代表啊。它既有这种西洋的老虎窗的这个形式，但它同时呢又有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这个斜山顶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这样的一种特点呢，其实当时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我们希望在极大的体现它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的同时呢，能够从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思考点中，把我们对于它的新的可能性的一些内容，能够融入在它的整个后面的它的更新利用的这个工作层面上。那么接下去的工作呢，其实我们就是围绕这个新的空间，它需要满足怎样的一个空间需求，以及我们人与这个空间会产生怎样的一些可能性上，我们做了一些思考。也是基于我们这个共享中心定位的一个来源，所以它共享的呢，并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的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个物质空间，它应该更多满足，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中心里面它需要有智慧服务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多维度的一个这个中心的一个新的一个定位，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众创空间它的从场所空间本身需要的空间的属性需求啊，与它的所产生的人与空间互动的这个文化需求结合在一起。那么在具体的设计中间啊，我们也希望发挥出我们从美学视角中就是理解的这个我们将来，特定文化特色下的一些，空间美学的内容，把它与这个本来已有的这个建筑空间能够进行非常完美的一个重叠，既能够在这种以小见大的空间中间，能够体会到这个它的历史的一个脉搏，同时呢，又能够非常自然的与我们当下的一些空间需求结合在一起。所以这里呢，我们在研究这个空间变化中间，既结合了传统园林的起承转合，那也与我们这个美学中间与中国对于山水画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虚实啊，这个空间的转折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具体的这个设计过程中间，我们希望的是不变中的求变。那不变呢，就是这个建筑它本体是一个历史文保建筑啊，虽然它没有等级没有高到这个市级、省级、国家级啊，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三普点的一个文保建筑，但它依然有着非常典型的这个民国风范，所以它的主体建筑我们是作为一个非常严格按照文保建筑的要求进行保留，那我们对它作为的一些更新工作呢，往往是在我们与这个场地中间去增加了一些与首先是吻合了我们龙门古镇的它的建筑文化基因图谱的它的本身的基因的一个表征。那么就是增加了一个廊道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场地中间呢，原有呢，它是一个主体建筑，以一个围廊的这样的一个半围廊的一个组合形式。那么我们后
面呢是首先将这个围廊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围捕啊，就是让这个廊的这个空间呢，它首先是完整的，这个完整的一个回字形的围廊呢，也是龙门地区，就是这个古镇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围合形式。那么同时呢，在内部空间中呢，我们做了一些保留原有的墙体，以及对它原有的古建筑做了落架大修的修缮性的一些保护设计。那同时我们也去适当的在有些这个柱与柱之间做了一些这个应该说是一些空间上的一些变化啊，这样呢它可以更多的去满足这个当下这个建筑我们需要体现它是一个共享中心的这个需求啊，所以我们在设计中间呢是把一层的这个空间作为了一个展示空间，这个展示空间呢主要就是满足这个共享中心它未来承接研学相关的这个文化展演的这种需求。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要具有一定的这个展演空间的话，那它的这个展示的空间面是要有一定的就是这个保证的。那么传统的这个过于密集的这个柱廊呢，尤其是在外围的这个廊道中间，对于它的这个展示空间是有一些影响。所以对于局部的空间不属于文保建面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本体呢，我们做了一些细微的一些关于柱廊关系的一些修改啊，主体空间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以修缮保护为基本这个利用的一个基础。那么在二楼空间这里呢，我们是把它的空间作为一个会议交流空间，也就是说在底层我们完成了展演，包括有些我们小型的这个研讨的这个活动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利用二层的会议空间来满足它的一些活动的发布，包括一些深入的这个学术交流活动。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整体的空间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思路。在具体设计中间呢，我们对于刚才提到的主体建筑啊以及这个围廊的这个设计有了一个流与变的一个整体思考。同时呢，对于整个空间中的一些空间的景观服务区域，比如说这个以建筑出入口的景观入口以及庭院空间做了一些更加有空间营造的一些梳理，让这个空间呢它从原有的一种比较散乱的一个空间围合形式，让它更具有一定的功能上的整合性，同时也有一个完整的空间的一个意象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既尊重当地原有的回字形建筑的一个建筑特征，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富春山这个特定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风貌与建筑它的这个形态结合在一起。在具体设计中间有既增加了一些新的业态，比如说在一层的展览空间中间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文创的展厅，包括文创的这种小的就是像咖啡座椅吧这种，或者是茶吧这样的一些小的业态空间同时呢也将我们的一些园林的一些空间表现的要素与这个建筑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后来塑造的这个建筑的入口。应该说这个入口的整体的建筑语汇的形式呢是来源于我们龙门古镇已有的建筑的这个特定的这个图谱语言，那同时呢也是与周围环境的一个呼应，在保留主体这个民国建筑它的一个主体形象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个建筑的出入口关系以及这个建筑与它前面主要面对的这个广场进行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入口形象的一个塑造。那在内部空间中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廊道的这个形式语言来增强
这个空间的，首先是它的空间的一个迂回的一个环绕的空间体验，也把我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共享中心的新的功能需求啊，展演活动展览的一些内容呢，与这个廊道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个廊呢，它本身是不属于文保建筑的这个本体的，所以它在塑造过程中间，我们可以有一些更为自主的这个空间余地，而这个廊的语言呢，也是场地中间已有的部分语言啊。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场地中间就是原来就有一个入口的一个廊道，只不过说这个廊道首先从整体的它的尺度以及它的这个完整性上啊，没有与这个整个的建筑发生关系。那我们是希望这一块呢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这个延续。那同时呢，这个廊道呢，它比较巧妙的是在这个南侧的这个围合处呢，它又巧妙的与这个本体建筑与周围的这个古镇已有的民居建筑进行一定的区分，保证了我的主体建筑它的相对的私密性和完整性。因为原有的这个古镇里面的建筑它之间的互相的咬合是非常紧的，我们这个建筑呢原先也是一个民宅，所以它自然而然与周围的民居呢是完全贴合在一起。那在它已经改变了它的建筑功能基础之上，作为公共建筑的这个功能去使用之后，那么势必是会与周围的民居产生一定的空间属性上的矛盾，包括使用上的一些相互影响。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样新增的廊道，使它能够首先自成一体啊，另外一个呢也可以从空间的视角和空间维和上与周围的建筑相对的形成一定的隔离。这样呢我们就塑造出了两个庭院啊，一个是北入口的庭院，一个是南边大家看到的这个更为小巧一点小的这个庭院空间。那这两个不同的庭院空间呢，让这个建筑它的这个纵深关系更加完整了啊，它不是这个主体建筑直接面向广场，而是有了个迂回环绕的停顿空间。同时廊道空间呢，一方面吻合了龙门古镇它本身的这个建筑它的语汇，同时呢也把我前面想塑造谈到的就是江南地区特定的园林空间以及富春山居图它展演出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360度的这种侍廊的一种变化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间形成了一个就是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一个转移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内部呢，我们希望是在一层空间更多的是一个展览交流的，那么二层空间呢，我们把它定为创想谷仓啊，也是希望这个区域它其实是把我们之前想到的很多的活动在这个地方它能够有个更加极具的一个表现，也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啊，这个功能特性更加集中的一个空间环境。那这个区域呢，就是完全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廊架柱的这个关系啊，只不过说我们把一些原来它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人为的增加的一些隔墙，把它取消掉，留出这个原来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承重的这个结构，让它暴露出来。当然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效果图中会发现啊，就是在文保建筑的利用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可为的地方啊，也是为后来空间使用带来很多不便。譬如说在我们常规的会议桌的中间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立柱，但是基于它的结构，基于文保建筑的本身的这个保护需求，这些立柱都是不可更改的啊，甚至不可去移动。那么我们也只能让它啊，以这样一种历史的痕迹出现在这个空间中间。虽然它对当下的这个文化活动可能会产生一些视觉干扰上的一些影响啊，但是也正说明了啊，这是它的过去啊，而我们进行的是它现在的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的一些探索啊，我们正视它
的历史的痕迹，不管这个历史的痕迹对于当下是有益的，还是说带来一些这个空间利用上的不便的，那么正视它其实是对它更好的一个利用的一个前提。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完成这样一个文保建筑更新改造过程中心体会到的，就是怎么样在尊重的它不变的原则基础之上。啊，去有效的利用它可变的各种可能性，也是关于这个传统村落它在人与环境的关系啊，人与这个产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中间找到一个突破口。那么这个项目呢，因为是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团队一起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呢也通过这个项目自己也有一些收获，我想也是这次工作营开展的一个契机啊，就是我们的很多探索其实是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的参与，用你们对于当下的思考去让这个村镇真正有新的活力。所以学生们呢这个作品本身就已经拿到了就是建筑装饰协会的金奖，然后基于这个前期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基于文化基因建筑这个基因形态基因的一些分析，也在 SCI 的一些期刊中间发表了他们的成果。那第二个呢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称之为共生篇，是在天台黄茶和和记忆馆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相见项目中心的我们讲三部曲的第二部的共生曲。那这个天台呢，它与杭州的龙门古镇在浙江的不同的区域啊，龙门古镇是在浙江的北部，在杭州属于这个杭嘉湖平原区域这个地带，而天台呢是在浙江的东部，属于台州市，啊，是相对于这个杭嘉湖区域的这个平原的水网地带呢，它这里山以山为主啊，就是也是浙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这个主要的山体的环抱区。那这个区域呢，因为它的这个自然呢也是自然的禀赋啊，赋予了它当地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黄茶产业。就大家知道的是杭州的。龙井啊，绿茶，那个黄茶呢，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以及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茶汤的这种特点，包括黄茶茶叶的这个颜色，都是有它非常极高的这个从生态价值啊，这个产业价值中间也有它非常重要的一笔。那我们这个黄茶记忆馆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塑造啊，能够让它的这个特色农产品呢能够有一个展示宣传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场地呢与前面的龙门古镇的共享中心不同啊，这个场地它的考验在于场地，就是我刚才介绍到的，因为天台这个地区它以山体的这个丘陵地形为主，所以这个场地呢它正好是在一个高差有近12米的一个这个坡地中间原有的场地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红色色块标出来的，它的前身呢是一个废弃的小学啊，这个小学的建校历史也有将近50年，所以它有比较有特色的这种门头啊，就是带有非常强的这个这个生产大队的这种形式，就是那个时候的标语，包括带有这种非常有特定符号的一些时代语言的这个墙体。那这个小学呢，它又本身呢又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回字形的一个建筑群落啊，就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群落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一个就是对于它所在的这个地形地貌进行了勘测啊，就是它与这个背后茶山的这个山体的关系啊，与它以及它本身场地中间的这个坡地关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建筑建筑群体的它的本身的这个形式语言的一个思考啊，这个建筑呢它不是文保建筑但是呢它又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性
它也能够体现在中国过去的50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它的时代的痕迹留给它的一些各种在建筑表皮以及建筑结构中间的一些遗存，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来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的这样一个建筑空间中间能够人们也能够及时的感受到。这个建筑它原先的一些记忆和文化，这个是这个建筑里的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场地的一个特性，所以在这个我们的黄茶记忆馆的建筑景观设计中间，我们希望建筑的本体它是来完成空间不同空间的一个塑造的，而我们的景观呢是一个在这个项目中间，它有更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让这个景观能够成为柔和整个场地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要素。这个活跃的要素呢，它一方面能让人们从建筑空间的这种硬性的功能属性中间，非常自然的与它所在的这个乡村的特性联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场地给予我们的启示，我们如何让这个场地。这种十几米高差的空间变换，成为我们这个整个建筑群塑造的一个特色把如何把困境转换为我们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设计里面的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呢，它其实在同属于一个历史记忆传承中间一个如果是刚性的设计需求，那么另外一个一定要做到柔性的这个设计服务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表达能够更加的鲜活起来。所以我们这里提到的是以服务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整个场地的现状里面呢，其实是只有这个东侧的。就是它原有的废弃的这个小学的这个建筑体块，我们在设计中间呢增加了西侧所以我们在设计中间给了它东院西厢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也是为什么把这个项目称为共生篇，就是所谓共生，就是我是希望它新与旧的共生这个硬性的建筑空间与软性的景观。服务的一种融合的共生然后这个东西两个相对来说在空间属性上面分开的这个功能服务呢，也是来满足它的一个这个功能要求希望满足这个黄茶文化的展厅的这个要求。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希望基于展示的基础，我们如何让人们通过这个比较深入的。由这个理性的认识到感性的体验的我们的服务空间比如说基于黄茶的我们的研学空间，我们的这个文创空间我们的直播空间像这个茶产业，现在大家直播间都已经是一种非常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这个社交，我觉得是社交媒体的这种平台，那么。把这种服务的内容与我们的这种宣传的展示的空间内容，向它进行一个糅合，然后利用这个台地空间它本身的高差，把茶园把我们的庭院有机的融入到这个围合的空间中间去。所以整个场地的设计呢，应该说原有的场地是一个已经损坏的，但是具有非常强烈。地域符号的一个废弃的小学，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把以这个修复设计这个建筑为主体我们增加了扩建了它的西侧内容所以这个在这个项目里的修复呢，它不同于文保建筑的修复文保建筑的修复是严格按照修缮文物修缮的要求进行非常严格的。这个原有的内容的这个重现，而我们这里的呢，实际上我们因为它不是文保建筑，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所以呢，我们其实只是保留了它的材料肌理特定的建筑构件的
要素啊，比如说它具有历史特点的那个学校小学的那个入口啊，以及它具有特定这个形式语言的它的砖墙的拼接方式，它的镂空墙的这个表现方式，以及它场地中间已有的这个台阶啊、柱廊，我们这些局部进行保留修复，而对大环境啊，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大胆的一些这个设计处理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满足啊我们真正的展演空间啊的这个需求，因为这里的展演的要求会比我们在前面一个项目中心的这个展演要求会更高。所以我们在塑造这个空间建筑空间环境的同时，我们把它的入口景观、庭院景观、茶田景观有机的融入到这个空间载体中啊，就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东院啊，以东侧的这个小学为基里的这个展览区，以及我们的西厢以茶的体验服务为核心的这个服务区，然后与这个通过茶田的这个它本身台地式的种植的这个特点啊，来完成我们整个场地中间这个高差的一个相互关系。这是我们去重点塑造的几个节点的景观空间啊，首先是这个入口空间啊，入口空间这里与当地的寒山湖的岛屿景观，当地特有的这个黄茶种植田的这种梯田的这个景观结合在一起啊，正好与这个场地本身的高差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吻合，也体现这个入口它的一个整个的气质风貌。而这个围合出的几个庭院景观呢，啊，像这个是我们在场地东侧紧靠这个展览区的一个茶田景观。那这里呢，我们在昨天又刚刚去了现场啊，他们整个在已经在施工过程中间，发现这个区域它非常巧合的是，由于它地势上的这个优势啊，我们在最终塑造的这个茶亭这里是可以这个南眺，就是他们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寒山湖的这个景区的，因为它有地域上的一个优势啊。而在这里呢，我们是重现了茶田啊。如果说入口的茶田的这个区域的展示呢，只是体现的一种相对来说的是一种乡村的野趣呢，那这里的茶田塑造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更像一个庭院环境的啊，一个幽闭的，相对来说有这个空间体验的这样一个区域，可以让人坐下来啊，一边去欣赏这个寒山湖的美景啊，闻着茶叶的清香，同时呢，这个是可以给人有一个停住交流的一个区域。那这个是我们的庭院空间啊，庭院空间就是在西厢的我们新建出来的这个围合空间中间的这个庭院。那这个庭院呢，我们不想把它作为一个传统庭院的塑造，所以我们植入了比较多的这个艺术小品啊，公共艺术小品，比如说这种不锈钢镜面的景墙，比如说这样的茶盘。当然在最后落地的时候，我们后来考虑到后期的维护，我们后来又将这个茶盘小品我们会把它转换一种形式啊，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表现。那整体来说啊，这个庭院的塑造，我们就不希望它是流于一种纯粹传统这个园林空间的一种表达，我们希望它在这里呢是有一些新的要素的，因为本身这个空间就不是一个传统空间啊，就是这个空间是我们新建出来的一个新的西厢啊，一个服务空间，服务什么呢？它服务的是当下的乡村以及未来的乡村，所以我们在形式语言包括我们的景观小品塑造中间，我们用了很多当下的现代的一些材料啊，比如说这种不锈钢镜面金属材料，其实当时这个镇里面的领导对这些东西还是最开始是觉得有保留意见的，想哎，我们乡村里面是不是这种材料应该少一点，但是我们的表现呢，我们不是让这些材料完全的暴露啊，就是这种镜面它是用来折射这个
庭院中心的植物环境、水体环境，包括我们塑造出来的小品环境的，所以它起到的是一个镜子的一个影像作用。而这种镜子的影像呢，又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折射面，所以它给人的光感呢，是一种是如真如幻啊，是实是虚的这样一种梦境，它不是一个完全像这个展示镜一样的那种一览无余，它有一些波光粼粼，包括有一些这种影像中的由光的折射产生的一种视觉的一种新的视觉体验。所以这块处理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有当下的审美，同时呢又有人们对于传统的一些记忆的，并不是一个完全现代风格的一个庭院。那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一块的建筑的塑造呢，我们是希望它隐于山林啊，就是所以建筑本体的这个风貌语言，不管是铺屋顶还是建筑的外墙材料啊，我们还是用当地就是原来的遗迹啊，这个后丘小学它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来做，但是呢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些啊与原来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这里的变的这个工作呢，会做的比龙门古镇会更为大胆。所以我们的西厢这一块的处理呢，我们在混凝土的镂空砖墙以及这个刚才介绍的不锈钢的这个景墙的处理上面，我们都用了现代的一些材料，包括大面积的天窗啊，希望这里是能够感受到更加当下啊，生活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区域。但是整个的这个建筑呢，因为严格尊重原有的地形的这个现状，我们的整个建筑是以一种缓坡啊梯台式的这个建筑的退层的这种处理方式，所以它就会有不同的观看这个环境作为环境的不同的视高点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又给人了一个新的体验场所空间环境的一个可能性。啊，就是我可以与这个山脉啊，像同呼吸一样的，我可以在不同的视高上面看到周围不同的点，来感受啊这个特定的村镇环境它的不同的自然的一种特性。啊，尤其天台这个街头这个地区，它的这个山势是比较多样的，所以它在这种春天，像昨天我们去现场的时候啊，那种云蒸霞微的那种山峦气息环绕的这个景色啊，就完全跟这个场地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带来一丝仙气啊，就是我们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人脱离一种凡尘俗世的这样一种环境体验。所以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来说啊，是我们理解这个村镇它当下发展与未来的一种新的一种姿态。啊，就是我们既可以充分的利用它原有的建筑的肌理啊，建筑的空间语言，包括这个拱券门也是这个小学它本身就是有的这个拱券门，我们保留下来，包括它的这个廊柱的屋顶的这个关系。但是呢，我们把它未来的很多可能性啊，这里面以后就会去展览黄茶的一些特定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啊，然后再把我们新植入的，像这里大家看到的就是西厢了啊。刚才看到的是东院，这里是西厢。西厢这里就是我们新植入的建筑呢，与它有一些呼应。但是呢，我们更希望这个新的环境中间，它体现出来的是人们怎么样去让这个乡村能够更加有活力啊。所以会有当下人，尤其是我觉得是乡村最需要的是年轻人啊，他不仅是来体验生活，他还可能因为这样一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的吸引，他愿意留在这里啊来创业。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啊，就是打造出来的一种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一种对话。这是我们的在天台的黄茶记忆馆啊这个项目。那么后面的最后一个呢，跟大家介绍的是新生篇啊，也是我们刚刚完成的，是它黄茶的生活馆啊。前面的记忆馆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像来到天台
来到街头镇啊，我们这个项目是在天台县下的街头镇这样一个传统村落，是向人们去介绍啊天台街头黄茶的一个点。那么这里呢，是希望当你了解啊天台街头黄茶是什么的时候，你愿意留下来停驻在这里啊，来细细的感受、学习黄茶的这个研制啊，就是怎么样去采摘、怎么样去炒茶啊、怎么样去品茶。那这个生活馆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来让人们能够停下来的这样一个场地。然后非常巧的是呢，这个生活馆的原宅基地呢，也是一座小学。啊，前面那个呢是叫做后丘小学，是在后丘村。那这个小学呢叫雷溪小学，在雷溪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的特点也是一个啊，就是小学与周围民居混杂在一起的这样一块场地。那么这个场地的应该来说呢，它与前面的这个雷溪小学不同呢，它这个建筑的特定的语言就比较少。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没有雷溪小学那种特定的文化语言了。但是它的风貌呢也比较显现啊，传统的坡屋顶。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还是尊重它原有的建筑的原有风貌啊，就是不去改变它，不去改变它的什么呢？坡屋顶我要保留，包括这种啊柱与这种外走廊的这种关系我也保留。但是呢，我让它的整个的这种建筑的维和形式以及它建筑表现出来的相应的功能属性会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其实也与它未来的所承载的这种功能是密切在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在原有场地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减和增。啊，减呢是把一些我们觉得与它原有的本身的属于四大乱建的这些建筑进行了清理，也与这个场地的空间的一个整体风貌不相吻合的内容做了清理，比如说入口的原有的这个区域啊，以及它这个场地中间四大乱建的一些建筑，把这个入口清理出来了啊。我们首先做的是让它的这个原有的这个回字形的这个建筑啊更加清爽啊，就是清理出一些杂笔啊，保留它的主体的结构。那同时呢，因为它的新的功能已经改变了啊，它不是一个小学了，它是一个让生活体验的一个区域。那这个生活呢，它既有它的住宿啊，会有它的餐饮，会有它的相关的一些演艺空间啊，所以这些内容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新增了一个西侧的礼堂。啊，让这个礼堂呢来完成它这个空间里面要完成一些展演活动啊，包括一些大型的庆典活动，哎，可以在这个礼堂中间去完成。同时呢，我们让它的这个维和空间的维和感让它更加完整。所以在入口这里呢，我们清理掉原有的杂乱的这个建筑构建这个构筑物之后呢，我们增加的是一个廊道空间。啊，也是一个廊道空间。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场地它原有是小学，但现在是希望它做一个与黄茶产业有关的一个空间，所以黄茶的要素还是要在这里体现。那么我们就沿用了茶田的这个景观要素，让它在这个区域在入口这里来成为它的这个茶田景观的一个部分啊，也来暗示这个我们来到这个场地的人，这个空间它是一个围绕什么为主体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设计呢，我们做了一些增和减啊，就是我刚才介绍到的，在具体的空间布局中间啊，我们紫色部分是我们新增的一个回廊。啊，这个也是江南地区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同学们如果是来自浙大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就是江南雨天多，像现在这个季节都是春雨绵绵的，所以在江南地区，不管是在杭嘉湖地区，还是往浙东、浙南走，我们都会有看到很多廊亭的这种建筑构件，目的就是要人们实现在雨天落雨时不湿脚的这样一种，空间的一种行为需求，所以廊的元素我们觉得是江南这个地区特有的，我们就用这个廊做了场地的一个围合啊，然后呢，我们把
就是这个场地新的功能属性的景观符号茶园啊，我们把它植入在入口这个区域，让它起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形式隐喻啊。然后在它原有的这个场地中间，我们把住宿有住宿要求的这个空间放在了它的这个比较好的正南正北的这个朝向，然后呢，把它相关的服务的，比如说一些炒茶的直播间啊，这个茶艺工坊放到了它的东侧，而西侧呢，我们做了一个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完整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礼堂啊，来满足它的一些活动展演的一个需求。这是我们最终形成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布局形式，应该说我们三个设计的建筑的体量都非常相似啊，都差不多控制在1000多方的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体量呢，它便于我们去在场地中间啊，就是遵照它原有的一些建筑的一些风貌肌理啊，去完成一些设计内容。所以相对于前面的黄茶记忆馆来说啊，这个场地它的可操作的工作面会更大一些。一个，它场地比较平坦，大家看到它是一块平地啊，没有在一个丘陵与山脉的这个接壤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呢，这个场地由于它的原有的建筑呢，又不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性，所以呢，我们采取的是拆除重建的这种方法啊，新建的建筑与原有的建筑高度保持一致，但是我的建筑形式啊，就是我的那个相应的用到的有些这个要素，我就可以更大胆一点啊。当然，我也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建筑的外走廊和柱廊的这个序列关系啊，就是让人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完全与原有建筑没有对话的一个新的设计。但是呢，它又让人们感受到了这个建筑它作为我们乡村环境中的一个新的一个作品，它需要更强的为这个场地的功能服务啊，更强的去体现这个场地新的一种风貌。所以在这个设计里面呢，我们应该说设计难度不如我们的天台记忆馆设计难度大。但是呢，它相对来说，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场地中间啊，我们可以做一些与现在新的这个产业的需求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演播厅啊，我们的一些文创展厅啊，茶的售卖区域啊，可以做新的一些更大胆的一些处理。那这是我们新的入口的一个处理方式。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是去门化，就是不要让人感觉这里是一个院墙或者说是一个入口啊，而是让它变成跟我们像城市空间很多的这种场所空间一样，它是一个张开双臂去环抱这个游客的，就人可以与它之间的关系非常自然的这个融入到里面啊。我们甚至把这个入口做成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就是连什么保安呐、门卫室，我们全统统都不要，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它这个空间才能真正让人有一个生活的感觉。它不是一个私密空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开场的、开放的一个空间，然后也把我们的这个对外的大玻璃窗做起来啊，让它这个里面的一些展品的售卖能够让人们在这个村道上走的时候，哎，我就可以能够看到，所以把现代生活中间的很多要素与这个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相对于前面两个作品来说，它更趋向于城市化人们中间对于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然后内部空间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开阔的场地的一些预留啊，就是像中心的这个庭院就没有再做任何多的造景了。为什么呢？考虑的是这块空地啊，它可以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它可以做一些文化集市啊，像比如说像这个清明时节啊，人们返乡去扫墓的时候，那像这块区域啊，它就可以来作为一些特色文创产品啊、农产品的一些售卖的一些活动啊，所以这个空间我们是给它预留出来。然后呢，我们是利用这个廊道空间去加强人与这个环境的一些交流关系。
包括啊，就是一些根据不同季节条件下，我们的廊下空间也是可以作为一些展览和售卖活动来进行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是完成的一个新生篇新生项目啊，就是新生篇呢，我们对它的定义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它啊与原有的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新的品质的一个飞跃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有的一些语汇，但是呢，我们与原有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内在联系上的这个通道呢，其实是没有了啊。就是我们是把新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放到了这个场地中间去。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几个项目，这个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所以今天来分享呢，也是一个学习的心态，因为作为这个我们环境设计这个专业，其实与建筑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我们呢，可能更注重于一些形式语言啊，包括它这些一些特定的一些表达。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考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啊，也可以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就是中国的乡村，不管是地处西南的苗寨，还是我们地处中国大地东部的浙江啊，我们围绕这个乡村真正人的活力啊。人的与乡村的这种可持续性，我们做一些探索，也希望我们乡村的故事只是在今天作为一个起点，也非常期待大家都能够加入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道路上来。感谢大家聆听，谢谢大家。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ian Mimi.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Thank you, Paulo.